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凡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个影片的主题呢是 Japan Haul， 就是我在暑假去日本，然后我到底买了哪些东西？呵呵，我跟大家讲，我这次去日本实在是，我觉得是我这生中最好的回忆，哈哈，真的是哦。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形容我到底有多爱日本，我就赶快跟大家介绍我到底在日本买了哪些东西。首先呢，去日本一定要买什么？药妆，没错，他们的药妆哦，对，就是哦。首先是这个是酸痛贴布，那之前我就有用过这一款了，它就是会凉的那种，然后这一款是我去那边。他店员有介绍给我的，那个这是温感的，就感觉还不错。对，那其实在日本的药妆店员很多都会讲中文，因为很多店员都是大陆人，所以说你知道就是非常非常方便。所以其实你不用说会日语，你其实就可以在日本玩得非常开心了。它是长相这样子，它是圆点点的，所以说。因为就一般你想象说贴药布就一大块，然后会感觉可能就是容易掉还是说什么之类，但是像这种圆点点，它就是它的面积没有那么大，所以我觉得说就比较不容易掉。对，再来是这个，它是面膜，那品牌叫 Dr. Shine， 那这个是保湿，这是店员推荐我的。也不贵，好像500多日币吧。再来是这个，就是洗面乳，那一样是店员推荐给我的。对，这个上面说卖的蛮好的，然后它也是无香料，没有色素，没有矿物油。然后它这个是针对，就是你如果说你的毛孔比较容易，毛孔粗大，就是混合肌致油性肌肤，它推荐这个。然后这个我使用过一次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它是感觉有一点点像泥状，但是它是洗面乳哦，这个也是蛮便宜的。对，给你们看一下它的长相，如果说有去日本的话可以，你知道可以选购这个。它还有其他系列，就是看说给干性肌肤还是说你想要美白，你知道都有，反正店员会非常非常热心的替你做介绍。是眼药水，那这个眼药水我之前就有用过了，我是用这个粉红色的，这个牌子叫做不会念ROHTO， 对，然后它的英文它这个系列叫 Nano Eye， 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滴头啊非常非常细，它长像这样子，对，它非常非常小罐，但是呢因为你每次有用量其实只要用一小滴就好了，它的滴头非常非常的小，所以说它滴出来就一小滴。对，那它这个会这样设计的原因是因为像我们女生都画眼妆啊，尤其是我，有没有眼妆非常非常重，那它这个就是适合说你就是滴一小滴，然后你可以达到舒缓你眼睛的效果，但同时又不会，你知道不会晕开你的眼妆。再来是这个是 Shu Uemura 的睫毛夹。对，我之所以会买这个的原因是因为，你们猜因为谁？因为 Kathleen Light。 对，因为他就是有说他觉得 Shu Uemura 的睫毛夹是他用过还蛮好的睫毛夹。我有去到一家店，我觉得哦，我很爱Funky Fruit Kawaii Fashion Museum。 对，那这家的风格就是我觉得很特别，然后就蛮日本的感觉。买了一件毛衣，黑色的毛衣， What a surprise。 不过呢它蛮特别的，就你这样看好像就是一件很普通简单黑色毛衣，但是我跟你讲它有这里，等一下等我一下，对了，它有破洞，你们可能想说啊，破洞自己剪就好了。No， 有些破洞，就是你知道，
就是哎呀，反正就是很好看嘛，你不觉得吗？就是有些破洞，然后可以让一件你知道本来很简单的那个一件上衣，然后就可以变得就是哇，有它自己的特色。对，那黑色加破洞等于我，对我就是喜欢黑色破洞的东西。然后这一件是3200日币不含税，所以大约是1000块台币。再来还有一件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衣服，它是一个算是罩衫吧，然后它的那个造型就是日本那种和服的罩衫的造型，你看就这样。对，然后我觉得特别在于是它的颜色，它颜色就是蓝，然后又就是因为它外面是蓝，然后里面是这种粉紫，所以说你从外面看的话就有两种颜色的感觉。然后其实它，然后 Hello， 然后它尾巴这里不是尾巴，就是背部的底部这里还有一些袖的图案，对，就是好嗨，就是非常的日本风。但是呢，我实在不太知道怎么搭，可能里面就是穿很简单的小背心，然后你知道素的东西。这件古着是2900日币。就是大约快1000块台币。然后另外我还有在那家买了一双网袜，可是我穿过，所以现在不在这。对，那这双网袜，这双网袜是399日币，那就是大约100多块台币。然后我买的是中网。那如果说你有 follow 我的那个 IG 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去日本，然后有发一些照片啊。那其中有一天我的穿着就是穿一件破洞非常大的一件牛仔裤，然后里面就穿网袜。对，那这个造型其实之前就有，但是今年的话就是开始有人在穿呀、yeah。 再来我有去到这家店叫做 The Super Sports， 然后呢里面就是卖很多运动用品的东西。那就是像如果说你有去过日本，你会知道说他们蛮多地方都是你要超过满5000日币你才可以免税，就是对我们外国人来说的话。但是他这一家就是不管你买多少，你可以买几百块日币的东西他还是免税呀、yeah。 就买了很多袜子，对，大约是4双吧，不是4双了，4组 Nike 的袜子。那我有买黑色高筒低筒跟白色低筒。对，我现在的袜子几乎都穿这个，那因为它够厚，然后其实这样子穿鞋子的话会比较舒服。然后他们这样一组是3双，然后是999日币。对，另外呢我还买了一件我其实之前就蛮想要但是一直都下手不了的，哒啦，是这件 Nike 的大学 T。 对，然后就之前就一直很想要，因为我觉得大学 T 非常非常方便，我应该会wear this one to death 吧，对啊，因为非常非常方便，就你怎么配都可以，你要运动时候配可以，也是就是你平常休闲穿搭也是 OK 的。对，那这一件的话我的 size 是 L 号，因为我喜欢有点 oversize 的感觉。然后这一件的话是4320，加税的话4320台币，那4320日币，哇台币负担不起。对，那大约台币1400左右。对，再来，我有去买艾迪达的这件裤子。那这件是男生的，因为它没有女版的，它是缩口艾迪达的缩口裤。我跟你讲，我想要这件想要一年的吧，还是更久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因为真的太贵了，所以就是没有买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就是好像就是出国就感觉像是大爷一样，就是花钱不少人的感觉。没有啦，但是就是可能会比较敢花一点。那这一件的话，我记得是，我忘记多少了，哈哈，啊，8000块日币吧，对，8000多块日币，大约台币就是2000多块，就还是很贵啦。但是我想说，就你知道，出国就稍微的splurge 一点。我的 size 是L 号，对，男生的 L。
因为我喜欢就是 baggy 一点的，就是像这种运动裤我喜欢穿的比较 baggy 一点。哒啦，这件就是一件很简单的 T 恤，那上面是 Chris Brown Chilling。 对，Chris Brown， 我蛮喜欢他的，我喜欢听他唱歌，他的歌，然后看他跳舞的。那这一件的话，我是在就是大阪的一家小店买的，对，那蛮便宜的，台币应该300多吧。再来呢，哈哈，还有，首先是这件裤子，那就是一个很简单的，正常腰的一件水洗蓝色，有点算九分的一个贴身牛仔裤，牛仔裤永远都不嫌多，这是一个排扣的中长裙，就大约到膝盖上面而已。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个东西 ，a stand， fucking stand， oh my gosh， 重点是我也洗过，我本来以为它会消失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件是24腰，对，因为它可以就是穿的比较高腰，所以我是24腰。下一个呢，就是你知道蛮开心的一个 purchase， 它这是一个黄色的老帽 ，I would say， 它戴起来像这样。我非常非常喜欢它的版型，因为它很浅，我不喜欢那种很深的帽子，很深的帽子戴下去你半张脸都遮住了，所以说我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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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欢它的样子，而且它是软的，对。然后呢，它这一个牌子叫做 New Hatton。 然后呢，下一个东西超开心有买的是，哒啦，它是一个厚背包，然后它的 size 算小的 size， 然后我跟你讲，我超爱这个厚背包，超爱， it's my baby， 里面有装东西，因为我很常背它。那先不要看里面这个东西，那它就是一个黑色很简单的一个背包，然后它就是它外层是透明的，就是对，透明，你就可以放，就像我一样很 crazy 的放我很喜欢的东西。对，然后它拉链超好拉，真的。我那时候一看到它，就是它是挂在一个地方，然后我看到它，我就 I'm gonna get it。 那它里面就其实装可以装蛮多东西的，对，那又可以刚好装我的笔记本啊，然后可能上课一些小笔记啊，还有就是你知道钱包、钥匙之类的，对。非常非常棒。那当然我最喜欢它的这个重点，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透明的外层，然后呢里面就是有一些我在这两个也是我在日本买的，在 Wego 买的。那其他的这些 pins 啊，就是这些别针还有吊饰啊，都是我扭蛋扭来的，对，哈哈，我在日本实在是扭蛋扭到一个疯狂，真的。我同学还有帮我拍影片，我整个扭蛋就是扭得疯狂，因为在台湾你不可能会找到扭蛋有东京十种，你知道那种激昂澎湃在心中。再来，我在那个凌空城的 outlet 还有买到一双我之前很想要很想要的一双鞋，是这个是 Nike LD 1000， 对，然后它是蓝色的，对，因为其实我蛮多鞋子都是黑色，那我想说买一个蓝色，它深蓝，所以还蛮好搭。对，那因为之前其实你在台湾买的话，找代购那些其实都要差不多4000块台币。那我在那边，然后看到我 size， 立马试穿，然后立马买，我整个就是超开心找到这个，因为它原价其实才3000块台币而已，对吧？所以说等于就是赚到了。我忘记还有一件衣服了。就这件啦，这件是一个棒球的小外套，对，那我是在 Wego 买的，对，然后这个品牌叫 Brownie， 然后就是我之前也是一直很想要这一件啦，然后就看到，然后就觉得还不错，然后就买了。好，那最后呢，就是一些小饰品，对，那我有买一个，哒啦，白色的 choker。对，它白色的。那我很喜欢很喜欢 choker， 然后就看到白色就还蛮特别，对，那还没拆封。然后它这里面有颈链，就是 choker 颈链跟手链跟指
戒指。另外呢，我还有买，我现在戴的这个耳环，白色的垂钓式的爱心。最后一个是这个项链，那它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项链，然后是红色的爱心。那我另外还有买就是一样的，那是要送给我朋友的。好，我等一下要来收拾我床上的一堆 mess， 就是你知道刚刚所介绍的东西全部都在我的床上。对， OK， 那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然后呢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帮我影片按赞，然后也可以分享出去给亲朋好友看。如果说你们有想要我做什么影片啦，还有什么建议，或者说你想说的话，都可以留在下方的留言处哦。还有就是也可以发我的 Facebook、Instagram， 然后Snapchat 我其实没有在用，其实就是对，因为现在那个 IG 都有他自己很像 Snapchat 的东西，那所以我其实就没有在用 Snapchat 了。对， I'm sorry。再一次感谢大家。那所有的资讯呢，我都会放在下方的框框里，下方的资讯栏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就 definitely check it out。对，那非常感谢大家。其实我很久没有拍影片，那你知道现在拍影片其实都就有点生疏，那希望大家见谅。但是其实我是很开心的。还有，我前天、昨天吧，前天对。前天我就看到有人就是在我影片下留言，他就说I watch your videos to learn Chinese。 其实我看到这个非常非常感动，真的我很感动，因为我看到说有人看我的影片然后可以学到东西，就是有帮助到他，其实我真的你知道我当下是真的有点想要哭的感觉。对啊，那希望我的影片有帮助到你们大家，不管是心理还是说知道一些知识上面都可以，就是真的是就是我觉得可以帮助到你们，是我一个很大的快乐泉源。好恶心哦。 OK， alright， OK，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. I'll see you in my next one. 拜拜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，拜。